机械族是吧？快疯了！没遇到45000就开始刷17000，如果说再一次遇到的话，我会记得啦，记得开树王吼，至少可以回心。睡觉的玩喽。新珠也太多了吧。烟卷又是你，烟卷我心好累啊！烟卷不要再来了，烟卷，心累的烟卷。那个还吐血了，我也觉得我不适合热血音乐，而且那个糟糕的是，我们还没有办法调掉那个热血的音乐，我们只能听哎。除非把音乐关掉，自己放音乐才有可能。戏关掉重开，我没有试过，可以吗？瞬间走了500多人。QQ， 今天这我觉得真的蛮运气不太好。感谢30块斗内，1、2、3、4、5。汤子又满了，90%了，好可惜哦，没有100%哎。不过我们9放下去就满了，就满了吧。汤子又满了，米汤。哎，这样。我真的觉得今天真的有一点点，不是我的场子的感觉。来，哦，自己开车开起来，我们还天亮到一半的时候就自己开车开起来了，你有听到吗？来了啦，完了，我把那个音乐放大声一点。我这次一定要通关哈。如果现在的我不止行动值100%，我的愤怒也是100%，死太多次了。你们懂我的愤怒吗 ？So angry。不然不是说开车，开起来，开起来，这音乐就是要开车吗？气死我了！只有4 combo， 这样会过吗？差一点又死了，好险！真的好险！
还真的抖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太紧张了。原来四 combo 也可以过，此时的我是最无敌的，没有人可以阻挡我。活塞行动值180才不是哎，讲什么吼？这边其实下一关遇到无数强化反而比较简单，因为我们可以开技能把它带过去。好，啊，但是没遇到 ，OK。随时注意这队的回血啊，我怕等一下会被一个仙宫搞死。有突击耶，哇，果然在你血少的时候他就是会突击你。反而要六 combo 耶，好像有点多。不管，我们就是要保险过，我们不赌任何一次。即使有这么，即使手转就可以过了，但我还是打保险一点好了。哇！combo， 这队好像比德鲁伊还稳，这队原本就蛮稳的，只是要注意一些地方而已。蜘蛛什么都消不掉啊！对了，消掉了。好，今天怎么办啊？开这个，加这个应该就够了。这个反面好难转哦，天哪！我已经迷路了，抱歉，抱歉，我已经迷路了，迷路的我。哇，应该够了。哇，16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有一次可以无视敌方防御力啊？都会少一个属性了，要不然就是我没转到。只是想要阻止敌方防御力，错吗？哦，这个这波有机会，哎，没有，差又差水珠，哎，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真的觉得无所好难。你昨天的通关明明就说中指能不开就不开，没有，这一队是能开尽量开，开起来开起来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是一开始不能打他很痛的家伙，不然他就会，就会变得很强。哦呦喂，刚好哎，刚好那个追打让他破一半了，太扯了。
我发现每次现在只要一转租，他到一个地方他就会累格，我不知道这是你们有没有一样的感觉。哇，他又改了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这样很讨厌。对啊，大家都有，我不知道是我从今天开始才有感觉到这个东西哎。今天哦，是今天哦，我昨天还不会，所以今天其实有好几次死掉是因为那个会累格。你们看，有时候我们刚刚其实有打到那个路西法那边就是因为累格，然后我没有办法转到巴康哎，因为你累格的时候，它就会瞬间停一格。然后你就会直接错掉那个转租的原本的路径的感觉。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而且这个他们一定是不承认这是 bug 啊，因为这感觉就大家看过就算了。但我觉得这是他们设定的问题吧。如果这么多人都有这个症状的话。为什么会累个呢？今天好像也没特别做什么。你说45000会累个，真的吗？我已经开顺畅模式了，跟顺畅模式那个没有关系。增加轮回难度，汤哦，已经够难了，不要再增加难度了。两颗光珠，今天最保险是开这个。这个可以，其实可以直接转的，不过直接转好像也 OK 哦。最后到底打几下呢？哦，变黄了，变黄了，变黄了！黄起来，黄起来！你看，会累个，刚刚那个很明显就是累个。有的时候就真的突然来一个累的，真的没办法预防。好，22了，一路顺遂，一路顺遂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天才冲冲冲！跟了，go go go， 23关了，波本队，波本队。下关没有先攻，可以。
没问题，带走。好。对，我刚才有一个负面效果开来了，莱昂内尔就可以解决了哈。都没关系啊，今天转移好像也 OK。建议含羞草吃五只人面怪鸟满季吗？我还蛮建议的，因为真的还蛮常用到的。哇，开这个！嘿。希望这个热血的感觉一直可以持续到50关。是这样不？26。整个好疗愈哇！谢谢你，这个啪啪声也很蛮疗愈的。只会持续到32关？才不会，才不会！人家是游王账号，游王就是有某种神秘的加持。压起来，可以。好。28。用什么转电绘笔？电绘板。就是要来看红转珠啊！哇，试炼辛苦了，我会尽力的转出的。哎，刚好5颗火珠哎，这么刚好。又剩5颗火珠了。都有两组星座的话，其实还蛮 OK 的。哦，只剩2颗星座，2颗星座怎么办？
我新注一大堆，没问题。补了40000，差一点。下次现在要不要？我觉得开个九凤凰好了，哇，那感觉过不去啊。这两点就没问题了。这样好了，三消停就可以了。然后强化珠全部留下来好了。小战 combo 是应该差不多了，好，40000多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哦，漂亮的这个板凳，敲得好烂哦，想了超久，结果反超烂的哦。军士康的威力错了，哇，31了，变紫色喽，来了，过了，游王的账号应该是遇不到45000的仙宫的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吧，遇不到就是遇不到，然后这边一定要开这个，已经从眼泪中学习，这个先留好了，我们先开可以啊，有五种属性的话，赞！打到他不要不要的，来了，33关了。刚好，可恶！接下来把新珠先留下来好了。
哦，是甜酱油，漂亮，带走吧。34关了。没问题。哦，这根。漂亮，手敲九。带走，但是没问题，好了。阿康宝怎么那么难啊？走吧，没问题。我们来记一下，光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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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光火是星，是星。有了，火是星，你看嘛，小伟，看阿宁，首先可以带走中间的，好，这边其实可以洗净的嘞。我们这边保险，我们真的打保险，所以我们这边把技能全部洗下，反正回合数超级够。差不多了，好，就这样吧，把你带走。37，没问题，这一队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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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手敲到水了，我忘记了。不过他应该是不会连击的那种人吧？没问题，不会连击就还好。血越来越多了，看看。还有一个方法，我开那个树王的技能。哎，又消到！到底为什么一直消到呢？
什么会这么手残呢？没有啦，我在洗镜了嘛，你应该看得出来吧。终于38关了，没问题，稳着来，稳着来。先不要开很久草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哇，刚刚又累个，好险。对，这人手残就在这时候在洗剑就 OK 了，没错。好，来到了第39关。好，不能消火珠。40关了，太好了。有小老无中属性，我希望在这边洗一下技能吧。 CD2 的时候再带走它就好了。的冰冻珠，用这个解。要消到整版哦。但消掉的话，也就是这个水珠起手。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水珠起手吗？因为水珠这两颗在这，所以最后的话，水珠带到这边会比较好。你们看那个感觉就知道了，有没有变得应该还不错吧？啊，结果没带到，哎，尴尬一波。小到无数的话，就会无视他的那个防御力，所以尽量可以小到无数，因为他防御力实在太高了。这个应该就过了。你看其他人全部打一，只有他追打可以打得过去。41关咯，边看你的实况边吃蛋饼配奶茶，天哪，感觉还不错。水德在转的时候底下两横行，上面三三值得消。对，我之前的方法也是这样啦。这边保险就来洗个技能吧。全多。好，差不多。
多了，不能再写了。好，赞，四万，四十二关，什么四万？四万的那个危机已经解除了吼。天降到九应该没问题，这个追打够了，好险有够哎！含羞草这样就回得来了，四十三关。一个小，这个比较可惜的是不能开树王回血。因为树王的第二招不能开，不过第一招倒是可以开吧，就是转新珠的那个技能是可以开的。不过这边建议直接手转就好了，有减伤应该还可以度过这个难关。不要开光莱昂，因为他的光莱昂没有练，有点危险。我们要留下来到九峰，我怕洗不回来，九峰那边再开会比较重要，我自己觉得。这边我们先省一下，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能不开技能就不开技能，是吧？反面好难消哦，谁可以救救我？可是你一直开含羞，含羞草这种就不用省了吼。哇，回到七十万的一四十关，没问题。强化盾，它会反击耶，怎么办？不更新啊！好，四组灯，这个虫卵看着就讨厌。我先被烧到了。刚才其实不应该开那个迪亚布鲁，因为现在有点危险。烧一次是，不见了，怎么办？一个九峰好像就解决了。
哎、欸，这个天降也太好运了吧！好，要不要等含羞草？我觉得不用哎、欸。算了，不等含羞草啦，直接来转好了。有人在提供说这样子是不是？算了，还是我照我自己的方法转好了。哎、欸，忘记开技能。大家耳朵先捂住，因为现在很大声，背景音乐一开动之后就会变很大声。耳膜炸裂之旅，啊，又回来了，好。忘记开莱昂内尔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这边开好像也可以啊，直接开好了。差不多八 combo 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带过去吧。四十七，没问题，就是四十七了。哎、欸，偏偏遇到的是这一只哎、欸。好，嗯，爆发全部都不能开了，这边只能开这个带走啊，然后回个血。不过我相信这样应该也是有机会带走的啦。没死，我活下来了，大哥，我活下来了。该这转太烂了，为什么他一直不听我的话、啊？含羞草，我爱你哎！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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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险哦！这边也是还可以了。七没有，差一点。受不了了，好想开那个、哦。他是不是又会连击啊？对啊，又连击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都每关都在连击。有点不想开酒疯哎、欸。话说得好，保险过才是真理吼。至少我们要先到后面啊，对不对？
颗星珠，太棒了！哇，刚好的血量。哦，我的含羞草，含羞草应该快要回来帮助我们了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洗个技能哦！别！哎、欸，别死！拜托！跟！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要打3000万了，大哥。我也觉得只能开龙科吧，最保险就是开龙科，不跟他赌任何的东西。虽然我觉得我转的好好哦，不想开龙科，不过开的比较保险啊。如果有含羞草就好了，我刚才那转真的很好哎。龙科用完了，含羞草说好的救援呢？我的天哪、啊！羞草，怎么相信你啊？羞草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算了，到这边应该是稳坐了吧。1、2、3、4，这边还有减伤，应该够。啪！哎，这样就啪过去了，好，可以，很啪哦。开始我哦。那我觉得现在可以来追打了。皇帝只有2秒转租了，我是都会忘记只有2秒转租的，我真的可以通关吗？拜托再撑过去啊！羞草，羞草真是我的好朋友，一生追随羞草。嗯，怎么办呢？羞草。怎么一直喊羞草啊？太有害羞了吧？稳着来！哇！一生都你一人，一生都羞草一人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想想看，九凤凰剩一回合，我们可以开了，全开了，不要管任何事情，就冲吧，就放心去吧。哎，8秒转珠是不是？是。
飙起来！对。六！现在六！现在是六的时候了，六！六起来！要过了，各位！我们辛苦这么久，为了什么？为了部落。小声的工伤。机械族的荣耀在这边诞生了，两只相望的机械族终于修成正果，在这边，在九峰王的见证下，他们结为连理了。过了啦！哎，原来玄哥还没通关，我们这边帮他过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累死我了！小妹，谢谢你的鞭炮哈。